恒大歌舞团团长白珊珊在视频中表示，对外界谣言感到冤枉，并否认了豪车豪宅、高额工资等传闻。该团成立于恒大公司内部，后来独立运营，并参与了多个重大演出活动。白珊珊毕业于吉林大学珠海学院，曾夺得中国模特执行冠军。她五官端正，气质优雅，舞蹈功力出众。恒大歌舞团招聘要求年轻、靓丽、身材妖娆的女性，许家印会亲自审查，最终面试。